Wiggles， 我告诉你们哦，正准备要做一个很特别的蛋糕哦，待会给你们吃哦。哦，很特别的蛋糕啊！嗯嗯，好，很特别的蛋糕。你记得吗？上次啊，阿德也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糕哎，而且啊，味道真的很特别耶。那一天我还以为我睡着了，是在做噩梦呢。我上次不止吃了阿德的蛋糕，我还吃了，哎，谁做的那个食物啊？谁呀？嗯，为什么呢？回一颗蛋就好喽。哎，嗨，你好，我是阿德，我正在做一个很特别的蛋糕哦。蛋糕啊，就是，你们看这里，我还做了一个很美味的披萨给大家吃哎。都知道我上次把材料做错了，嗯，放心，这一场我绝对不会放错材料喽。看这里，这一罐啊是甜，哦，这一罐呢就是糖 ，sugar。这一次啊，我绝对不会放错喽。哇，飞毛船长真好玩，下一次我也想跟他一起去野餐呢。你还记得啊，刚才飞毛船长说什么英文单字吗？我们再来说一次，野餐啊就是 picnic， 三明治就是 sandwich， 最后就是汉堡 hamburger。哎 ，Carlos， 胡椒、啊。哦，我忘了，胡椒啊就是 pepper。不是啦，我是说胡椒给我。哦、OK， 谢谢。哎，胡椒蛋糕，阿德要把胡椒放在蛋糕里面？不会吧？哎，写好了，我又写了一封信要寄给我最好的朋友小恐龙 Dorothy 哦。哎，你知道有哪些英文单字是跟写信有关的吗？信就是 letter， 卡片呢就是 card， 还有写完信呢要记得在信封上面贴上，邮票就是 stamp。好了，贴好了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拿到外面的邮筒 mailbox 去寄哦。走喽，我要去寄信喽。哎 ，Wiggles， 你们在做什么啊？哎，阿瑟，我们在玩游戏啦。哦，赶快猜猜看 ，Carlos 在表演什么啊？我知道，他是在表演台风来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哇，这么快就被你猜中了。我一定要表演难一点的，让你们猜不出来。好好啊，开始喽。哎呦，这还不简单 ？Dania 是在表演睡觉。我看啊 ，Danny 他不是在表演睡觉，哎，他是真的睡着了。哎 ，Danny， 你怎么啦？哎呦，我头昏脑胀的，我觉得我I'm sick。啊 ，sick，Danny， 你生病了。生病啊，一定要多喝水哦。哔哩吧啦蹦 ，Danny 啊，你一定要多喝水 ，water。哦，谢谢你哦 ，Danny。还有啊，你一定要多吃水果。哔哩吧啦蹦，一定要多吃水果 ，fruit。哇，真是谢谢你哦 ，Danny。还有啊，你要多休息哦 ，take a rest。很快的，你就会好了。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？答对了，我们在握手 ，shake hands。shake 就是摇动的意思 ，hands 就是手，两个字摆在一起就是 shake hands。刚跟你朋友见面的时候，你们都可以 shake hands。还有，你也可以说 hello 来跟他们打招呼哦。嗯，那你知道谢谢的英文怎么说吗？谢谢就是 thank you。哦、oh, ，very good。Hey， hello， Carlos。Hey， Arthur。Hi， Arthur。刚调好了一些奶油，你们闻闻看。嗯。哇，
好香哦！哇，好香哦 ！Thank you, Arthur。哇哦，布偶真好玩哎！你是不是也很想要做一个呢？我们就要先准备一块布，然后还有一颗球，然后呢，再准备一条橡皮筋就可以喽。首先呢、啊，我们只要先把布也包在球的外面，然后呢，再用橡皮筋绑起来，最后啊，在球上面画上你想要的脸哦。就像这样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做出属于你自己的好朋友哦。我们现在来玩玩猜动作的游戏，你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哦。我知道了， Anni 是在看书， reading a book， book 就是书。Arthur 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 Arthur 他坐下了，坐下就是 sit down。 哦，刚刚 Arthur 坐下是 sit down， 现在 Carlos 是站起来， stand up。这个我当然会啦，这个是我最会的，睡觉 sleep， 哎，这个是我最会的咯，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哇，真是有趣耶、没想到啊，阿德换了衣服之后我们就认不得他了呢。对啊对啊，如果我们身上衣服的颜色啊都改变的话，我们自己会变得很不习惯呢。对啊，你可以用英文来说出我们身上颜色吗？像我啊是红色 red， 像我啊是紫色 purple， 我啊是黄色 yellow， 哎，那我的就是蓝色 blue。 Hi Arthur， Hi Wiggles。 Arthur，你的烤蛋糕应该还没做好吧？啊，放心 ，Danny， 我的烤蛋糕已经快做好了哦。我刚刚把它放进烤箱里面，相信不久啊就可以吃到那特别的蛋糕了。哇，好香哦！喂，好香哦！喂。哇，真的好香哦！一定是阿瑟的烤蛋糕已经做好了。Where is it？ 哇，出炉了，出炉了！我又做了一个蛋糕了。Wiggles， 你们赶快过来看。哎，你们看，哇，好香哦！哇，又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糕哦，赶快来吃吃看。这一次啊，我也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糕呢。啊，特别的方法？啊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这一次啊，我有信心不会放错材料喽，赶快试试看吧。不会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不会吧？难道我的材料又放错了吗？嘿 ，Arthur，你的蛋糕实在是，太好吃了啦！对呀、啊，味道好特别哦、哎呦，你们吓我一跳，我还有我的材料又放错了耶！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Wiggles 小小剧场真的很好玩哦。对呀、啊，有好多 Wiggles 小故事哦，还有很多的英文单字哦。也欢迎你常常到 The Wiggles 小小剧场跟着我们一起 Wiggles。Get ready to wiggle. 扭扭
扭心里好快乐 ，Get ready to wiggle， 扭扭让你长高长大 ，Get ready to wiggle， 跟着大家扭扭扭，大家扭扭扭。